我挡酒部队，就是如果大家真的不习惯的话，队长来了，你帮我画一条黑线哦。哎，我出事的时候你们都没帮我打码。认可证。有啊，我一直不想要靠他太近。5800。他真的给我很大的压力，我不会喝到爆掉，会拿捏了。我没有喝到断片过，其实。还行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我要呼吁，就是喝酒不能开车。我喝了醉，没有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喝了，一定会喝醉，但就是喝酒的时候会，有些人可以比较控制自己，可以做。我会超开心。对，我刚刚只是喝了一点点，我现在就很开心，我看到你们就很开心。所以以后看到你们就很开心。对。不会。你好过分，写这个。你只要看我特别开心，就是我醉，对啊，就是一直笑，我会笑到最后。也不会给笑。我通常都是别人的挡酒部队，通常都是叫罗俊硕喝，然后他都不喝，然后别人找他喝，我就会帮他喝。什么矛盾呢？我想找他喝酒，但他有时候就会说啊，不要。然后通常别人找他喝酒的时候，他就会把我拉过去说，哎，来啦，然后我就要一起喝这样。他碰，对，但他就是比较不能喝了。但他酒品很好，真的。但他喝醉会比较会讲真心话，他会比较感性点，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很理性的人，所以我其实蛮喜欢他喝醉的，不然他很像一个机器人。他就是一直都是保持一个很愉悦的心情在应对大家，但我其实觉得我可以理解他的工作的辛苦，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工作嘛。他喝醉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我原来你承受了这么多，他不会是就是哭哭啼啼的啊什么的，他会是用一个。很发自内心跟你讨论一件事情，然后会说，哎，为什么他做这个决定？为什么他做这个决定？你会更理解他，知道？不会啦，都几岁了，25岁了，谁赢呢？哇！我才不要思考这个问题，我刚刚在想，哎，我想了一下，没有。那可以问一下。瑞德不喝酒。没事，没事。瑞德他不喝酒啊，他滴酒不沾。你说送瑞德什么圣诞礼物、啊？不会啦，不会。不是惊喜，就不做。不要。你们写的很特别，不要，我不会送他礼物。好，因为我觉得陪伴是最重要的。其实我一直都不是一个会送礼物的人，因为我觉得送礼物有压力。假设今天有人送我一个礼物，我在他面前开箱，然后我没有很需要的话，我就觉得我还要好像哎、欸，谢谢。我一直都不会送礼物，但我会没事的，就是哎、欸，我觉得身边人需要什么，我就会买给他们。最后他们要送酒，可以吗？我们现在一圈这样子大一杯吗？现在才一点多，他跟我喝的四杯，他喝公杯就。对啊，你们如果。你要帮我们挡酒哦！我挡酒部队，就是如果大家真的不习惯的话，队长来了，你帮我画一条黑线哦，留念的啦。哎，我出事的时候你们都没帮我打码。